东京奥运的筹备会议结束了，会办国首三万金饼的进士，除了鼓励地质青下的人心之外，还能带着呢一等奖的好成绩。金球国首林先生出任为安阳创作的发言，为你干杯的蛋球，老大概的润土重红的国首高连汤韩国汤水来致敬。我要中华代表队拿下杯两件四元六铜，打破过去奥运奖牌纪录。好大乒乓的金球国手林先生写下闽冠杯一条国徽，同国书表达敬意。可能当个老年纪，我想讲做得国青是唔怕啊，大洋也闯，大树也闯。如果当作一个欣赏一个运动员，哦，也呢在球场上的一个努力。闽冠杯的国徽，也在黑林身上将于台湾棒球队写国徽。新马赛黑，也被棒球队没参加奥运。不过前水表现不认清感通，告诉伊家天用一条国徽，感谢每一队体育通创坚持到第二年。好像李志凯，哦。也那种过去努力按多年，最后按嘛比赛下来下不来，跟人家教练那么十几人，我相信过多年我本去给印象感动啊！我能看到路，马上还能去阅读童年的生命故事。就算好坚持的态度，相同台湾拿奖牌之喜，也着如何先输在奥运，带动过人的感动。人生上讲。感謝每個選手幫台灣團結起來，也看到疫情期間大家人互相加油的熱情。下個新聞整份志工報道。